有一只鸡娃娃，靠别哎，行，好了，开台了。他没有眼睛，他没有嘴巴，因为被做成真奶，哪是珍珠奶茶？他是珍珠奶茶，好恶心、哦！要拼押韵呢、啊？为什么你们不在开台都在唱这首歌、哦？我已经先。没有，我跟你讲，等一下，等一下，再 Q 杰克上台唱。好好好，不要，那是乱想的。嗯，我们的国歌又变了。不是，那不是国歌，好不好？校歌，校歌二。我们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对，或者是那种刷牙或是打扫的时候播的歌。哦，歌都好像重复哦，对吧？对啊，都在重复啊。开台、欸、我下次司令台底下做一个那个你开始的时候可以点一下就会放的东西啊，哎呦不错哦，哎呦可以啊，后来做好了噔噔噔噔噔噔噔、欸、我开头做那个这是正常的吗？不正常啊，你视野调多大啊？对啊、欸、有一点，为什么？多少？有一点欸，等一下我会调大，对，我看一下，我今天有活动不能抬头哦，应该是头颅的关系吧？哦，我觉得是头颅哎、欸。哦，可是我抬头没事哎、欸，我调十二，没有，我调应该是我这边是主机，我调完就是你大家都共用哦哦，看一下我十二、嗯、是今天有人会迟到吗？今天有人迟到吗？有谁迟到？我在连线哦，好，那这样就没了。到了，连得上去吧？可以啊，嗯、可以啊。不行，那就蛤蟆去。蛤蟆去，直接蛤蟆去。IP 是一样的吧？不一样。蛤蟆去哪一个？你就复制啊，有 TIPC。哪里啊？嗯、我看一下。哦、嗯，讲话温柔。温柔，温柔。什么温柔？温柔？怎么是繁星最近被说太凶，是不是？没有啊，没有啊，跟别人有心结。哦，我要发挥台湾人的友爱，前面加个语助词，前面加个语助词啊！干，快进来哦！干，请你快进来哦！昨天我才听到有一个台湾人在跟大陆人说：“哎，我跟你讲哦，拍咪呀，这个是你好的意思。”然后就他很凶，就对他说：“拍咪呀！”哇，太坏了！这乱教哎，这样很坏、欸。我好是想，他不是教三字经啊，他是教拍咪呀。是啦，还是很坏啊，也没有很好。对啊，就是以后就是嗨拍咪呀，我觉得台湾人会傻眼。嗨拍咪呀，那么 you 那个 to you to you， 你爱讲的快到自己，好笑。大家怎么哦？没哎，等一下哎，一二三，小雨请假、啊，然后原本是你的位置啊。哎呦，嗯，今天轻松生存。有活动哦！什么？什么活动？好吧，对各位，等我一下下啊！好。好。最近有什么节日会有活动吗？嗯，中秋节，中秋节，教师节先到好吗？中秋节，中秋节是下礼拜的事，下礼拜啊，是我特别想到的哦。啊，进度消失，进度。今天呢、欸，我们只要解任务，就会有获得奖励哦。哦，哎，进度那边你们自己看，目前是什么都没有嘛，哈。哦，哎、欸，那、啊、怎么开包包应该会有？没有，那其实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这里似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哎、欸。我觉得要先崩一些东西吧，像什么木头之类的吧，才会开始慢慢开吧。哦、真的吗？啊，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上有木头。哎、欸，我打司令台。哎、欸、哎，谁、欸、是包覆我？我摸了他一下，我摸了一下，来摸一下摸一下。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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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进度了有进度了，有感染。怎么这样子？好，今天呢，我们只要那个进度呢，解一个绿色的就一颗钻石。哦哦，然后紫色的有20颗钻石。哦。还有什么颜色吗？我记得好像就这两个吧。哦，对，绿色的哈，
九日生任务一般的啊，一个是一般任务啊，一个是特别的，这样就是特别难的那种，就是会紫色的，对对对对，白色的可以啊。其实我只看到用钻石包覆我而已，嗯，反正就框框啊。ESC 进度 ，ESC 进度的那个，嗯，但不就只有七个吗？你要想办法解锁，某些条件会开出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所以今天是生存竞赛的。今天是那个我们重新生存赛，那个对对对对。所以他的那些奖励是直接给身上吗？啊，没有没有没有，是我们最后是由十点的时候自己算几个，自己哦，是十点之后再统计的哦。好，今天是轻松生存之新生存新进度成就赛。好，我要去实习了，我要去实习了，我要上去了。我们我可以求大家先睡觉吗？我怕又有那个怪物。排名啊，解进度，解进度，睡觉解进度。天下午，哇，天下午男士，对哈，有哎，先睡觉，想睡觉，今天六级，已经有六个人了，不少啊。甜美的梦，甜美的梦，哎，可以了，好恐怖，我还没睡到。要等下还是录夜妹啊，白痴啊，睡觉睡觉。但是现在不能睡了吗？等一下，等一下，不要跳了，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到底为什么啊？因为有人提前睡过，指令没有那个嘿。我家比较远啦。第几次了？床带身上。行动式床单。对啊。我需要一个哆啦 A 梦传送门。哆啦 A 梦传送门。我要去战术性捕鱼了。那个降火器，那个哦，药水吧，那是药水吗？对，那个土袭吧。游戏的核心与故事，这第一个是干嘛的？这第一个是干嘛的？第一个拿不到了吧？第一个拿不到了。应该拿不到。你们重登看看。哦好。试试一进来会给你，那这样我是不是自己怎么办？那我重开不就？哇！哎我哎，有吗？进来有些就获得哇！你们好多任务啊，获得吧？啊，可是麦克前面那个没办法哎。那前面那个没关系，就略过吧，就算了啦。我们直接从钻石开始，碎哦，碎哦，碎哦，送的呢，石器时代，的呢，石器时代，白痴哦，我的石稿还留着吗？跟酱油借啦，酱油还有石稿吗？咔咔咔咔咔，卡了卡了卡了，哎呦，卡了。哎呦，有卡一点，刚卡了一下，是不是有人拿头颅啊？没有，这个是精怪吗？精怪，我在打精怪啊，跳跳啊。你在打？我想说他怎么血一直在扣，你知道吗？哎，我为什么我没有拿石稿啊？我就石器时代了。嗯，你拿到石头就会了。哦哦，对，好，八七八七，没事没事，不要理我。请尾刀给我，谢谢。麦克都忘记了，给你一定给你一定给你，拿石头就好了。对，然后对啊，我干嘛还去？我不知道几颗哎，等一下哦，我要看我记录档的。石器嘞，哎，铁锭、钻石吧，没石头，你怎么没深思熟之处？就随便人家里拿一颗就有了啦。好的，我刚刚在某一个湖里面有丢一个石。酱油，你先，我等下再直接放你身上了。大家，我到了，放你身上，我到了。谢谢谢，所以我要挖颗石头。对，你就丢地板就好了。我丢地板，我捡起来也没有啊。啊，那个，升级回。啊，等一下，我们忘记最后一个任最重要的事情了啦。买彩票。我们要去小雨家放。对耶。哦，对对对对对。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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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就给你，来来来，你后面准备准备。好，你把鱼放出来再捞起来。这我没有那个哎。你要发了吗？另一边的 OK 了吗？另一边的，另一边的要不要来？另一边的要先来的。来了来了来了，耶！来了来了，卡了！你们这些坏人，完了完了，卡住了，完了卡住。你们坏人，我掉了掉了。下面受伤啊！哎呀，不会，下面不会受伤啊。最后水。音乐不要，音乐，音乐，很帅，坏人，哎呦，哇，你要赔一次了，哎，赔一次，啊，我放错了，我放错了，不算了，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
你不要，你干嘛啦？哎，发钻石了，耶、yeah, yeah, ！跳进度了，你怎么在？还在用是不是？还在卡吗？还在卡啦，白痴哦、喔！哎、欸，我觉得我要断线了。没有啦，我们只是粘在蜘蛛网啦。好，我们出来了。哦，对，送纸鸟礼物。对，送纸鸟礼物，我要去喂喂喂喂喂炸酱面，喂喂炸酱面，有这种东西吗？喂喂呀、啊，喂喂呀、啊，统一炸酱面，哎，统一有炸酱面吗？有啊，有这家。你知道我们之前我们不是那个工作室有冒那个老鼠，一堆老鼠，就是他，叫他，叫他，叫他，他把那个其他的品牌的都没吃哦。抱歉啊。然后就只有挑就对了，对他只有微微 A 把它吃光光，超超夸张的，他只是酱料包啊。所以你看，微微 A 是连老鼠都会想吃的，所以没事的，对不对？对。团团，我要收，你要收什么？没有啦，请去我家录，请去我家喂牛啊。等一下，你现在这样很像那个、欸，很像那个，就是之前流行那个不是那种 party room 吗？嗯，party room 去要收门票。嗯，收门票。对啊。姜啊，我刚刚以为他要收那个炸酱面。哎，最近怎么了？哎、欸，是走。哎、欸，你家竟然没有，去看酱油家的好了。他走去、啊。不对，这个哈基家才有。哈基。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去谁家，你知道？哎、欸，知道这个是这个给你是。哎、欸，团，不是，你有没有遇水厨？什么？我有哭吗？你有功吗？你有功吗？哦、我有功吗？干嘛？啊、你删掉是不是？好，等我一下。断除啦，是我正脸不要。我没遇水厨哦。好，我没有遇水厨啊。农耕时间吗？遇水厨。因为有个成就是升到遇水厨的啊，看看丢出来有没有？有啊，我只有断除啊。哦，对，钓鱼也有哈。钓鱼，你最爱的钓鱼呢？还有中啊！在我手上了，孩子！汗滴禾下土，快！哇！敬业乐，来，你这个保留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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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我想说，我记得你有啊。我也要！没有在他寄身上，在他寄身上。哎，那个绿水家，这家猪姐一次一赚就好了。算了，自己想办法。算了。来，给你算吧。过年真的给啊！这给你。好了，不用钱。耶！我在下面，是不是？所以在哪里啊？我找不到。他寄家。我回家。后面卡了。现在要干啥呀？忙来，来，找哈基就对了啦。酱油，你知道我们今天活动什么吗？我知道啊，可是我说你们现在在干啥呀？在解任务啊，去水煮的。解任务，他看到了解任务，上面掉了几个紫色的字，没有耶？哎，有石头被吸走了，我的石头嘞，有人走了石头嘞，哪里啊？被酱油吸走了，吐出来。不是重点是他石头被吸走，他还要被烧。对啊，他有鹅卵石哦，好可怜。对啊，他有鹅卵石，他烧过不行。可以哦，我不知道干嘛，可是啊，不错。没关系，不知道干嘛就算了，好不好？你就可以回家了，没关系，不用过来，就过来。不用。啊，我不知道要排什么了啊，可是我就排掉了。那不要知道，那很危险。里面也要跟着你出头。里面啊，也在。有拿到吗？没有啊，骗我！好像有啊，三回，等一下，我再卡一下。没有，你不知道干嘛就算了，没事。对啊，你不知道就不要知道了。知道干嘛才有？知道干嘛才有？哎，通关密语，通关密语。所以你到底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跟我讲啊！你要干嘛？下一站宝宝，我跟你讲，你有没有玩过 RPG？你要讲出关键字，他才会跟你讲话。你要干嘛？你要干嘛？错了，没有。啊，我跟你讲，他只会回你说，请问你有什么事吗？没有啊，他应该是回我说要什么吗？你怎么知道我是全村最帅的？你知道我有什么事吗？这件装备很适合你呢。你要讲对话，他才会给你东西。啊哈啊哈！哎，你知道说这以前的明星就很喜欢这种东西耶，就捡到了哈。就觉得蛮好玩，斧头的红丸，斧头丢给你，你还我斧头，我吃啊！哇，好，有一颗钻石，来，啊，是这吗？好像不是吧？你知道什么？你要讲啊，你要什么？
我斧头丢给你啦、啊。其实我说真的，因为你们刚刚线又卡在一起，所以我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在拿什么。那酱油，请按 T， 请按 T， 因为我看到紫色的成就。啊！滑鼠移上去。他要干嘛？那个他斧头哦，对，斧头斧头，借我两秒斧头，哎，不对啊，锄头。啊，斧头有啊，斧头借你了，斧头。可以借我两秒锄头吗？谢谢大大无私的分享，好人一生平安。上厕所有卫生纸，吃泡面有调味包。你有认真听的、啊，其实。吃泡面没有调味包是啥情况？可以跟我讲一下。哎，我真的吃过没有调味包的啊。好夸张！哎呀，王子面哦。我先打岔一下，全部人来墓园。我差点忘记了，请你们来看一下，你们这上一次十几次哈，以后要睡觉的地方要扣哈，嘿，差点忘记跟你们讲。对，我家在哪？酱油这一间，酱油这一间。好，我要更新一下。我是哪一间？我是哪里啊？你说今天开始写吗？这很像在找房间呢、欸。在哪一间？我住哪？我住哪？哦、什么挖进去？上面公司牌就有了。我要看一下我邻居是谁。我还有，我第八间才是我的。最后一间，最后一间，边间边间。不要哎、欸，我觉得好不幸哦，怎么住在我旁边？是这样子的吧？白痴啊！我刚刚扣一个钻石，我把三十颗丢到那个里面了。这是从今天开始算吗？今天开始算啊，对啊，就你们死掉要那个要写在上面。这是谁的马呀？要提前扔掉钻石可以吗？行啊、哦、啊，那个、哦、第一个我解完了。怎么了？第一个是什么？什么？工作台。打开包包。哦，工作台啊、哦！啊、哦哦，对哦，哦，要做工作台是不是？我是拿到就有了。哎、欸，我拿到没有、欸？哎，就可以了。嗯，还是我是刚做什么？应该是我不知道。我拿了也没有啊。我刚刚就是把这个工作打掉，再捡起来，然后我看我这边就已经有了。大会报告，我需要求救。来了，瑞凡啊，不是啊，杰克。战牛 boss， 战牛 boss， 战牛哦。对。好，等一下，我要游出去。好想卡住了，笑他。哎、欸，拿这个是也有啊。战术性服务啊，我要去，我还要去买乐透。我好像不需要嘞、欸，我可以单杀嘞、欸。我们之前龙蛋在谁身上啊？龙蛋不是你吗？龙蛋不是在 Seven 吗？对，在 Seven。在 Seven 哦，那有一样。好。Seven 战术性服务。他好可怜哦、嗯，他有没有比游戏体验呢、啊？烤鲑鱼啊，钓起来是熟的。哎、欸，不对，哎、欸，这个哈，哎、欸，这个头是不是还没重置啊？还没，还没，耶、yeah ！哦，我重置。头按哪个可以重置啊？哦，我看一下啊、哦。我怕我乱按会爆炸。龙蛋有在 seven 吗？在这里啦，龙蛋在这里，二楼。你下面插火把，你下面插火把。这里，给你。我切了，我在这里。Thank you。那个平台上。欸、好好好。啊，有了，这么好。飞龙。哎，龙是绿色的哦。本来我放完。觉得它很难打吗？银河飞龙。对我来讲，是不是还要打中介龙啊？结束了吗？好像有、哦、结束了不用打、啊，两、个就进去出来好了，进去就可以了吧？要一个要解放中、哦，好像有一个是尾刀的吧？龙尾刀，解放中介啊！哦，这要各自去打了，这没办法同时打，那、啊嗯、就是抢了啊！进去拿尾刀尾一下，有没有进去尾一下？啊、尾刀去，先去买，买彩票。之后还要做铁护、铁胸甲，你做的嘛？干嘛、啊？装备？哎、欸，我都没有铁装耶、欸！啊，你在做我的嘛？干嘛？升级？没有，我现在卡着，我在条纹那个，我在看有什么东西是我的，哎，是我的那个。教练头，你用掉了吗？还没，快！哎、欸，整装待发，发这里。888，太丢了这。所以 A 楼按下去嘛，那个只要不是正方形的，都是诡异又恐怖的骷髅、嗯。对啊，骷髅。杰克，我刚刚干什么？
哎、欸、哎、欸，我发现杰，我发现杰克今天好像蛮常会插到他自己的话、哦。杰克也是跟他有连结的，没有没有。L， 看一下、哦，就是按 L， 你看到那个只要是椭圆形的，或者是那种不是正方形的，都是20颗。椭圆形或不是正方形啊？你说那个奇形怪状那个？对对，奇形怪状那个就是了。哎、欸、秀，先走一步啦。总之，先一个一个解。一个一个解啊，解到不能再解的，或是觉得那个的再去做别的事。啊，影月啊，你有三叉戟对不对？对啊。给你起笑话吗？你要戳东西吗？啊，他是要戳人还是要戳什么？啊，他戳怪也可以啊，戳怪也可以。我这边有啦，我这边也有。哦，有两个人有。金杯洗笔太快了吧？那是可以插借插一下吗？哦，你要问团团，你插插插，没有啊？哎呦，有了，很开心。哎，那你可以顺便解完那个哎，换你插，换你插，等一下，哇，我在做呢，我在做呢，操你啊！你不是说了操你吗？这个是什么了？我天哪！你自己讲的，好，我错了，不是你，有吗？哎，因为我也要，你要被抽呀，你要被射吗？一定要打到人是不是？你要打到目标，目标，嗯，对方拿着盾也可以。哎，他没有25，哇哇，有没有人要借我射一下？射啥？那个盾好。Ow！ 我怎么会受伤？换我，因为我刚没举盾。没举盾。云月，我需要那个酷东西。来来来来，天宇们跟上。不是，哎呦，又要排队，又要排队了。我先去补个血。走了，你们要打我？解散！买乐透啦，乐透！买了，还有什么？哎呀，来继续看一下。哎，羊驼可以喂吗？可以生小孩吗？不行。可以吗？可以啊。那个好像那拿什么？甘草捆。甘草捆哦，它的食量比较大一点，是甘草捆吧？没错吧？嗯，是真的有点忘记了。哎、欸，都还没哦，好了，我们可以速看，可怕的要塞结束了。哎、欸，团团，你那个田借我采一点小麦，我会种回去。好，记得种回去。Okay， 没问题、啊。有了铁镐吗？莫非是铁镐？我有了。几个月了？100个月，有点久了，这个是不是该看个医生？可能要看医生哦，我的肚子已经要肿起来了，有没有？哎呦呀！哎呦，我觉得哎、欸，这次是插那个打龙的耶，可是打龙好像很麻烦，要弄那个水晶，要中间对，这个真的是蛮麻烦的。哦，嗯，觉得先挑那种比较难解的，好了，20颗哎。20颗其实真的是底很多，而且我们现在的进度其实有人要打靶吗？哎，对，我要打靶，到法院打靶喽。好，哎，打靶20颗，哎，打二十颗，哎，打靶很多，因为靶比较麻烦吧？因为靶有距离限制，真的哎，真的哎，对，太有距离，自己打靶哦。好，自己打，等一下这几个我看一下。要算格数，这里是。你刚做个线啊，杰克，做一个线。好。对，上面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就可以了。哦，这里就可以了，是不是？刚好。哦。我们一个一个。一号选手。会波及，等一下。啊，没有。哎哎哎。啊，没有。哎笑。哎。哎笑。哎。命中啦！要正中啊！正中间。正中间。对，还要那个红心。我今天会打到他们几个啊？我好像有点担心，我担心再射到人，射下去，哎笑，哎谁都有点摇血，我的，这个要射到中心也好难哦，太难了吧？垂直最容易啊，垂直的话，哎对耶，垂直是可以的吗？他好像应该也可以吧？哎，鱼尾那边小心呢，我在看大家有没有射中。有啊！没有，没中，都没中。哎，他是八面都有红心吗？
都有都有。那我要试试看从上面啊，你要试到我叠音架上去吧，看一下。我没有音架，我忘记拿来了，我回家。是要甘草混加四个红石，对对对。哦，圆圆不要试到我啊、哦！不要试到我、哦。在瞄。我有点怕啊、哦，我也好怕哦。我也很怕。是啊，我在怕我另外一个东西。啊、哦，他们说，他们有人说垂直不算呢，可恶啊！哇、啊，那就认命吧，慢慢认命喽，各位。玩哪把没有火焰的？有火焰的好好影响视线。我要先修我的弓了，弓快坏了。南方巨兽怎么在这兒？我这样到底有没有射到啊？哎、欸，你不要对我的南方巨兽乱来！弓傻，弓傻。等我好好讲。有了，哎呀，他们生小孩了。他不说要平面？哎、欸，等一下，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这个高度这样不行？那高度也不行哎、欸，挖下去，挖下去。要平面，要平面。啊、对，来来，帮你挖面了，帮你挖坑。这样完全平面了，我天。对。原来是这样，还要平面、哦，太麻烦了吧？要平的，有人说要40公尺哎、欸，可是成就、啊、看进度啊，成就是写算数啊，就是跟着、啊、跟着成就啊，对啊，对啊。我要来 L 嘛 ，L 第三个冒险那边呢？对啊，对啊，对啊。先去中介，隔墙有眼、欸，有人去了。哇，哦，去，失去了。为什么这里？哦、我在那个，好难哦。这也太难了吧，还是要用红石灯啊，就可以知道我们射有没有射中。对，我在正在准备了。红石灯不是稍微大一点吗？比中心还是大一点。它可以看那个红石讯号的强弱。对对对对对。哦。哎、欸，不好意思啊，等我一下哈。那个我知道你们无线，但我没有。我要去拔剑，我要去拔剑啊。哦，凋零。因为我也没有无线。繁星召唤凋零了。我也没有无线。哦，繁星的。打凋零没有啦，哦、我在弄那个啊，还在弄那个塔，记得吗？召唤声大家一起去的啊，会有那个，这不用、啊、不用怕，不用怕，这才一颗钻而已。朝向远方，银河啊，银河飞龙。我要去用另一个体质的弓，体质吗？我要去用十字弩看看，酱油酱油不要动，酱油不要动，酱油不要动啊！谢谢，他也要解啦。对耶，都忘记还有十字弩了。哎呀，干嘛？十字弩也射比较直吧？试试看，试试看。你们都射，没有射，我还在射。好，有火把。Try try see。黑曜石啊，对，黑曜石也可以。有个这准一点啊。啊，偏下嘛，哎呦，手抖了啊、欸，都没有到中心呢。杰克，杰克。啊，深藏不露，深藏不露啊！远古遗骸，这个哎、欸，深藏不露是、欸、哦，远古遗骸哦，有没有很简单啊？也蛮难的。哎、欸，哭啊！太有效率了吧？等一下，怎么了？掉很多头龙还花花吧？我不知道。对，还有这个，怎么感觉都没射中？是怎么有人丢了一把弓在我的附魔台上面了、啊？太。啊，那个不知道谁的，我就对我就是对，嗯，看来是你的喽，歪掉了，我手抖了，来来来，借我帮你把这附魔弓收起来哈，哈，谢谢谢谢，感觉这个高度好像对，又好像偏高，到底是有没有？我好希望那个剑士有那个颜色啊、哦，什么什么颜色啊，就是什么。绿色、红色啊，这种的，就是可以标记。Oh. 我觉得刚好像是不是有人听错还是什么？听的什么？懂啦！我听什么？你赶快告诉我！你刚刚是不是？你看那个亚有点亚裔啊，那个卡有点嘿。有杂音，你不能这样。啊！我再量一次距离，我再量一次距离。啊！好好好好，我觉得是大平台好了啦，这里比较好设。搬吗？可以找村民交易哦。这里可以。哪里？你。来个花回来上。哎呦，好大、啊！哦，看到他那边，然、哦、后他在放那个射箭场。哎呦，好大、啊！对。没有啦，我们没有要用地板门的，就是想要玩一下嘛。这里吗？放这里吗？这么简单干嘛？就不用玩啦。这里。对。哦，好。这样子射看看有没有。有。喂。哎、欸，要到满的才是对的。
把你的，所以这个火把是几格为一个距离啊？其实那时候没有差，不知道。啊，所以三要给几个讯号 ？X 在零的以上边。嗯，这么远？这边？好远！要满要满满格哦，要满格才有哦。这真的不容易耶。啊，难怪难怪有二十颗钻。对啊，我差一点点，我差一点点，差一点点。我觉得我们先给你们解好了，我先去解其他的，这个我啊，其实那需要花一点时间。是站我这里吗？对，是十五格吗？还是十六啊？还有讯号啊？我要解这个。哎，越来越弱，怎么越来越烂？为什么越来越烂？我好烂，我好烂。没有分，为什么没有分啊？六七分，太烂了。三分，杰克，我决定先给你玩了。哦、好烂！哎，怎么？超越生子，还用那个超越生子。哎呦，好猛啊！这个，哎呦，妖熊，你没分。哎，它其实是这个椭圆形的，哎，椭圆形是二十颗，哎，哪一个啊？超越生死啊！哦，看一下，你是在哪个地方？还是我写一下？紫色字的就是那个二十颗，然后椭圆形十颗，椭圆形的十颗哦。对，哪里啊？椭圆形，就是那个像那个僵尸医生那个。哦，好啊，好啊，可以啊，可以啊，好好好，椭圆形十颗，这个畸形的二十颗，畸形畸形的二十颗，畸形的，哇，几颗都没中哎。没中哎、欸，帮你非常微弱的讯号。你有几个是差一点了？太难了吧？我确定一下是不是真的是满格哈？我先这样子设。好、啊。哎，这样是有吗？有哦。哎、欸，哦，对，真的是满格，真的是满的，你加油，你加油。对耶，遇水有哈。音乐啊，音乐，你好帅哦，音乐。箱子自己翻，箱子上面箱子自己翻。那是要整套御水装吗？整套要整套。音乐，你下次继续来，你去拿箱子，穿完记得放回去。音乐突然受欢迎了。哪一个？哪一个？在哪里？在哪里？请问？在你靠里面墙壁那一面。我记得我家也有。我直接给一整套给下一位好了。好，好位，好位。下面这个，他这个箱子里面。好，好了，我放回去。等下自己分内回去啊。有，我把它放回去了。哪一手上就好了。是泱泱家的吗？哪一个？我把标靶旁边移一格好了。我们地狱门有很远的两个吗？好像没有哦。什么意思？我记得我们好像就做一个进去。就有啦，英雄猫不是有两个啊？白对好对好，哎对呢，英雄猫有哦，我要找一下。熊猫的那个传送门在哪里啊？那个不是重置前的东西了吗？哎、欸，对，那重置前的，对啊，哦，好吧，那我直接再盖一个超远的试看看，要干嘛？哎、欸，其实你可以存一万格再盖吧，就有那个什么超时空什么鬼的炮，就紫空紫什么气炮啊？对啊，紫空对不对？气炮啊？哦，没有刚刚听错，紫什么气炮啊？对啊，紫空间啊。你刚刚听了什么？听了什么？女生才有的东西，对不对？对，我刚刚听成女生。没事，我也是啊。我也听懂了。哎呦，没事没事啊。稍稍的回来。我跟你说，我刚刚掉到岩浆里，赶快 KP 你。好贼啊！怎么会干嘛 KP 我？因为他烧很久啊，他烧好久了，烧不死。他烧不死啊，又很吵，我就回来了。我没有，太屌了这个。哎，你地狱门在哪？下面。地狱门小雨家。哦，差两格。啊，不是小雨家那个蜘蛛网。对，我要附魔。下去马上 TP 上来，我改案子。买下去，哇，这样子这个时候就觉得影月家超猛哎、欸。对啊，什么都有哎、欸，差好多东西啊。对。安安，我又来拜访你家了。哦。有什么可以付啊？这个。
好，你就随便附个书，拿书本去随便附一下就有啦。那你我附完给你好了。嗯，附完你脚下有那个可以磨掉的，搞不好我是附出好东西呀、啊，对。喵喵，你要来地狱吗 ？Yes。你的书柜在哪里？你的书在哪里啊？书在中间，这个。哪里是地狱？后面这个。搞我。怎么传来这里啊？中文呢？我就刚进来呀、啊。哎、欸，这跟我刚刚的门不一样哎、欸，这也是运送熊猫的那个呢。没有啦，熊猫都没啦、啊。你忘记我们已经重置了，再给你。可是我们现在是这一条是那个呢？那个？是吗？这一条是那时候我跟团团建的那一条呢？没有啦，那是新的，那是新的，你不要骗。真的有熊猫，你批评我，你看。嗯。这个是人家后来盖的啦，是后来盖的啦，是后来盖的，是后来盖的。这个是去那个吧？你要赌多少？你要赌多少？你要赌多少？啊，那个不好意思啊，我想要过去一下啊啊啊啊！哎呀哎呀，不小心踩了！其实我是在引诱你们过来啦。啊！对，是我，不是我误会了啦。啊，这是要去哪里啊？我不知道，碉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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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吧？哦，请问还有人在家吗？没有了，大家都买车了。那个不会很远啊，那个不会很远。后来人家盖的啦，这个 对，这是后来盖的，因为那个是没有这用同样材质。你看你走下去，你是不是有经过这个东西吗？应该没有吧？没有，没有。那个老实告诉你们的，我说我是路痴。你不要该了，你不要解释了。说好对我温柔一点呢，说好对我温柔一点呢。没人在家是不是？没人在家了。在家出酱油。然后直接走到路回去就可以回家了。走回家。对啊。没有，你要一个留在地狱门那，然后我们到时候全部解完，因为 TP 那个人有没有？他不知道哎。都没。你怎么用 TP 哦？等一下啦。我到了，要买的可以。现在施工。你走开。留一个。不留我们就要全部再走回去了。这也会凋零啊！我刚刚凋零头是被凡心用掉。没有，我想，我的拿棒棒。凡心那边会有吗？凡心还有凋零头吗？当然没了啊！等一下啦，我在忙。好，就是凡心那边先用啦。那边用凋零头。应该我那还有，逃向远方。逃向远方是啥星座？逃离这座岛。就是那个中介那边、哦，对，中介离开那个本岛、啊。嗯，花莲神，莲神，哪有莲神啊？绿的，不要打莲神，狗不能吃东西啊。哦，可以啊。他擤鼻涕的声音啊。我吃多了，可是吃不了东西。哦，谢谢。杰克这边有花的要塞。哈哈，对啊，我们在这里。啊，我先走。只是好像没有人会在家附近啊。哦，对啊，好像大家都不在了。要重新走回去了。好像是哦。重生一下，我吃不了东西。哦，嗯。人。这个星座有神秀吗？你？怎么有人掉下去了？这窗户。你啊，你掉下去了。我在找东西，我在找幽灵啊。我怎么没有？等一下，是我吗？有人出事。对，奇怪，我已经在减肥了嘞。你减什么肥啊？你好意思？我不小心把他的屁挤下去了，用屁股。哎，你今天讲到的哦，我过于紧张的表现，是我干的吗？哎呀啊！为什么没有那个啊？热门焦点可恶。对，那里都没营养啊，平常都很爱生。那个是谁？我从路上看到另外一个。什么都没有营养啊，好扯哦。哦，你要点那个吗？对啊。死不生呢？骑士族是有任务吗？就是有那个吗？好像有吧。看一下知道了。我记得有哎。我也记得有。可是我知道没有马鞍呢，为什么打不回去？那个吧。还是因为我去试试看。利用扭曲树是蕈菇吗？对。然后蕈菇钓竿起身是不是？不是这个啦！因为你怎么写完成瞄准？错了啦！因为请问我可以去你那边看吗？
等一下啦，打不回去啦，为什么？为什么打不回去？好了，我在跑图啦。哎呀，我想说怎么打不回去？分心呢？哎，打完了。拿金块，丢丢。拿一只，拿一只。看我那，记得那个地狱是不是有所有成就？那个地狱要有做生态，有做生态的。哎、欸，还不看一个吧？热、啊、门景点那个吧。我丢地板，他秒都不秒我、欸，你这么个性的吗？全都不要。这了。他想要你的人，不想要你的金。我的人是你要得起的吗？不，你赶快捡金块啦！金哎、欸，金块吗？给他就好吗？不行哦，防爆他不会捡东西哦。嗯，对哦。那要怎么讨好他、啊？我记得是丢地板，你可以讨好我们。那我给你们金块看屁看啊！那我给你们金块，给金块看屁看，哇，好凶哦！就八八呢，哇，凶！他突然间看着我，害我有点害羞，你想做什么？ Oh, 我给你们金块，你又不要， oh. 我手机还宕机，重新开机，傻眼！哎呀，又搞什么鬼？热门景点，哎，哈基啊啊啊！哎，哈基，等等，哎，这有点高，有点高，是有点高。没有差，我好像是有差。耶、yeah, ，我全部捡完了，谢谢你。哈基，别动，等我啊，我带点东西过去。好挤，好挤。祝你一生平安，顺遂。好人一生平安。厕所都有卫生纸。不是，我先在家里记录点，怕你们全部偷飞偷过去。好，阿纪，我要去啦。随便想一下。我在飞，有你好。OK OK， 你穿。OK， 等我一下。啊！我怎么好像死掉了？呜。OK。嗯。等他跑一些。哎，我发现我们解那个原本的成就好像会给经验值哎。有给有，我现在变为50等了。呜、哦，我这里真的好危险哦。哎呦，那个蕈菇我刚好可以拿。哦，蕈菇，嗯，对啊，可以骑，可以骑那个赤足兽。对，好像有成就。哎，附魔的吊竿不能，啊、可以做了。可是我没有办法骑它，我没有那个，可恶。啊，马鞍，我忘记带来了。对，没带。求外送。萤火共舞，你找到炼神了？有啊。哇，我有马鞍啊，要骑谁？这个。来，我们一起点成就，找尤兰。真的？我在你旁边，我在旁边。哎，影院，你的南瓜田是在哪里啊？等一下，我看一下、哦。在，我的面对仓库的左边。哦，一直走。我们要找一个可以下去的。过狗狗吗？是不是挖下去？狗狗那边，就狗狗那里就是啦。那你在我后面，小心。狗狗那个区域就是了。我要 TP。好了。影院可以 TP 吗？可以。可是我在堡垒哦，酱油你那给我去找吃竹兽啊。吃竹兽，洋洋啊？还是你没有找到？洋洋不是看到了吗？下面有吧？哦，有哦，有啊，下面应该有。它好小只哦，哎呦呀， yeah. 好可爱哦！金光闪闪，金光闪闪。来，要姐可以过来，要姐自己过来。好，那我先过来接你。我也耶，镶金黑曜石，谢谢大家。所以我要给他是不是？直接给他。欸、好可爱、哦！我现在看到他的动作是这样。挖脖子，我也想要给你一个了。可是我要先骑他。我先骑他。对，我要先骑他。我要放个马鞍。哎、欸，然后哎、欸，啊，团团你把他引下去了。对、啊，你先等我一下，我先把他。他刚跟着我，白痴。你帮我把帮我把这个挖平，我要上去。要去找。没有，你帮我铺好了，你帮我，你那个。绿的。哎，那就给你了。挖平，因为这样我就 OK。这样子就安全。哎，要解释足兽的可以过来。你拿这个钓竿，这里。在那个团团身上。OK了。你拿着它，拿着。哎，我们现在很像是那个游乐园的那个在玩器材的人哎、欸。啊，你对啊，你要上来，再下来，不然会掉到岩浆里。你不要冲动哦，上来给。好，我丢了。好，下一位，下一位。可是没有解啊，有解吗？有吧？没有吗？没有，白痴哦，防爆。我想起来了，要点右键，点右键。哦，行走，上来。我想起来，因为我上次自己有在玩走。哦，自己玩，好可怜哦，真的啊，被我们大家这样子骑。啊，我按右键，他怎么不理我？你要到岩浆上，因为他现在不舒服，对，没办法。嗯，哎，你怎么没有啊？个蓝，没有啊。
还是你有前置作业没结？盾牌拿掉。有哦，有了，有了，有了。好了，宝贝儿上去了。宝贝儿换下一位啊！宝贝儿换下一个人请你了。怎么给啊？我觉得这个对话六点啊，直接给他就好了。哎、欸，我刚给他不要啊。啊，那个人右键不是丢地上哦。你团团要记得带回来、欸，我也要，我也要骑。你要我对你温柔，但是你要让我有办法对你温柔啊。对我好一点嘛。我也要骑，我要过去那边哦。这里，这里。谁是安全的？哎、欸，我是安全的，我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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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哎，你也解完这个，刚好解完。哎、欸，刚刚朱布林的大家是不是回来啦？对，那朱布林那边没人了。是累了哦，我想说，啊、他这里有小猪，啊，被小猪会要吗？到累了，音乐给你 ，yes，、啊、哦，好，音乐先，音乐先，音乐先，好，你可以快点长大吗？朱布林在谁那边呢、啊？你们是没有没有人，都回来了，都回来了。Okay. 我在附近，我在附近，你可以 TP 我。那我来看看，没有成就。你要按右键让他喂他吃一下哦，然后盾牌要拿起来。那边有了有了有了，那边那个朱布林那边。今天的这一次直播，让我们认识了麦块原始成就到底都要怎么解。对，首先你轻松生存要先玩过一次。哦，对啦啦。我怎么都没看到？喂，我没看到。前面不是有那个遗迹，里面有一堆朱布林啊。右键吗、啊？就是我现在有今天一起比那个就一大堆朱布林了。你们不带翅膀出来的？不带、啊。你们刚好没带。因为我不会用，这因为带翅膀危险。可以学啊，好吧？好，不要怕。我下一集我全部整集都飞了。我下一集来个加油特别计划有没有？特别计划让战友学飞行。我在中间，但很安全，没有人在家。那这个时候的马上要拿下来吗？还是就放着了？就放着吧。好，应该没有差。还有人要解吗？还有人要解吗？没有了。你们这种走不同边、啊，我不知道，我迷路了，我在这。嗯。我差点。啊！救命啊！好，你们自己去找朱布林，然后顶右键哈，然后朱布林是会攻击的，自己。对，哎、欸，站住！站住！是哪一个、啊？掠夺一个堡垒里面的储物箱。哦，我一个点一个对哦。嗯、哦。我也要开，让我开一下。没有，他是开这个没有用，要开人的。对，你要开新的才有用，你要找新的。对，不难过的，不仅难过，要开心的。嗯，要开心的。开一下。哎，就开的要很开心。哎，那我是不是不能穿那个呀、啊？那个军装？对，要让他生气，你要让他生气，你要气人家这样。太生气了。对，气的那种。哦。有没有在挖？猪猪出来，啊、猪猪，我在挖吧，怎么办哦？我遇到泱泱他们了。哦，哎呀，切洋葱啊，有武器黑曜石，哎、欸、哎、欸欸，大大，哎、啊，分享啊，箱子自己，等下自己拿，来了，我来了，吃长骨肉质，我看远古遗骸也有，远古遗骸，好，远古遗骸，好。我先 keep 过去，然后等一下洋洋，你我 keep 你，然后你再 keep 我。你这边好多石头啊，不是不是石头，是洋洋球。真的吗？他在哪呀？他就在我们旁边呢。他在哪呀？他在这边。他在哪边？肩膀？他自己在上面还是下面？刚刚啊？我啊？嗯，你刚刚不是很说他说你在上面还是下面？我。我不知道哎、欸，无法回答。我要 KP 了，我怎么笑这么开心？哎呦，没事。我要 KP 哈基。哈基呢？哎呦，威尔。箱子好了，我在这里面。我也要。你要说，你要问他说是谁在切洋葱，然后就给你了。有了。谁？有了。味道可怕！切切切！哎、欸，这里还没有那个啊，没开过的箱子啊，感觉要找一下，看，对，要找一下。那这边的生怪砖就是朱布林的生怪砖，有了。朱布林没生怪砖啊，朱布林没生怪砖啊，它是那是环境，那是环境，对，它是直接生产。哦，又看到底下有一个生怪砖，树木到底在哪？哦，朱布林。你
没有。那个带回世界那个真的很累耶，可是那个有很多钻石，就是二十颗。哦。我家狗也想参与。啊，你那边还有黄金吗？加油一把，朱木林。下面不是还有一堆金吗？我不想死啊。哦，没关系啦，去挖啊！不知道，好生气啊！你现在是在引诱别人回去？没有，这是坏了！你给我走开！等一下，你等他一下，他等下拖拉机出来，他又会不爽了。你买一块钱就想讨好我的，帅！是不是有偷什么东西啊？怎么？快走！我没有啊，他每次都看着你很生气的样子。没有啊，没有。等一下，酱油，你是不是要死了？酱油。感觉要死了，他穿金装了。有没有任务是见证一个玩家死亡啊？好想要看，好想要看。他现在战斗中，不能交易。对。啊，他战斗不能交易哦。你这样要，你知道这样你的那个师傅盾牌坏了哦。战斗也要死了。要不要反击？哎，为什么？为什么是谁挥我？为什么酱油挥的啦？酱油挥的啊！痛啊！我的血尿，我瞬间爆血。血尿？那不是什么东西？我的血尿。啊，对，还有这个。什么帮酱油超度是什么鬼？笑死！你刚解过是不是？还是？我刚好像没解到哎。嗨，你又跟我想的是一样的。欸、啊，站住！我没接到。旁边刚好有个箱子。我剩两颗星。我看一下地狱的。他有黄金吗？哎、欸，我刚好没接到。我身上有很多黄金啊。我有。我身上也蛮多的啦。我刚刚挖了金钻。召唤李幺零，与火共有人有与火共舞吗？那个。啊，对，我还有飞檐九壁呢。飞檐九壁，九壁是九壁，九壁，九壁要飞檐九壁，九壁就是将重生毛充满能量。还有白肉共史实。杰克，你下来有点晚了哦，大家都拿完了，大家都拿光啦，是不是？你知道我刚刚我以为我有跳刺，然后我跳下来。垃圾哦，哎，那个。你们有谁可以回家吗？我有点怕怕的。这一颗星，有点抖啊！哎、欸，杰哥回去啦，杰哥。花一颗钻嘛，一颗钻而已，对不对？太无聊。我不要新增一个人成为这个重生。你们在玩狼人杀了吗？现在变狼人杀了，被驱逐太空。哎呦，欸、我们家在哪一个位置啊？我们的救星要来了，酱油，影月，哦，影月不知道回家，我直接回家，是接近零零的位置吗？飞我啦，飞我啦，飞我啦！我在那个道路上吗？不是，我在那个往那边飞，往那边飞啊！对，这样就好了，等哈记吧。啊，飞是，啊，飞是一转哦，有没有？那一题灵魂疾走是啥呀？你有哦，走哦，在灵魂沙上面走路会变快。你去要拿金锭，然后跟朱布林换，他会给你一双灵魂疾走三的鞋子。我换到啊！哇哦，好猛哦！那我们待会回那条路上应该会有那个。你等下吃月饼真的要小心哦。我刚想说，我想把那个鞋子丢掉，看他写灵魂急走三，我想说这是什么啊？妖精哦，妈！你刚是说想丢掉吗？我都想说这是什么，他为什么要给我铁靴这么破？有人到家了没啦？他寄到了啦，他寄到了啦。杰克啦，杰克跟我一样。小月，等我一下哦。杰克，不要这个。我也剩一颗啊，对不对？不用怕啊。啊！要救我！哈哈哈！麦哥，麦哥，我要死了！完成啦！恭喜！我到家了，我到家前面了。我只要穿上双鞋子。你穿鞋子，然后在上面走。然后这个时候不小心挥一下杰克，然后一进去，一只僵尸在门口守着你们两个。我就认了，好不好？我就认了。出来吗？我
照跟他播呢。其实我刚刚已经在家了啦，我想说看杰克什么时候死掉。对，我也在等杰克死掉，你知道吗？想跟大家讲那个事实，说哈基刚刚已经到家了，这样。啊！可恶，谁要凋零花？怎么前面好多石头？那是假的石头，他没有附魔。哎、欸，那个。我们的基因怪又在头上了，对吧、啊？苦力怕、喔、刷不掉。哦，有了有了有了，要不要回去补血啊？好开心哦、喔！师、欸、傅，你在家吗？我相信你在。谁？哎、欸，酱油，你知道现在 TP 都要扣一钻了吗？没有了。别讲。啊，好可惜啊！哦，再一次好吗？我没看到。再一次。有人在家可以借我踢一下吗？然后我是安全的，我没有飞起来哦。我惹气你了，他怎么又不见了？哎，我发现这个自动烤鸡场已经变成我的焚化炉了。焚化炉？就看到有什么垃圾，我都过去丢那个岩浆啊。它里面也没在产鸡肉啦。没有产吗？没有啊，都是羽毛。啊，变是产羽毛的吧？它变羽，它已经变羽毛鸡了，你知道吗？欸、其实哦，算了，没事，对不起。你，对不起，没有。啊，我要讲一个小知识，就是蓝色的火比红色的火还要痛。哦，是真的、啊，真的啊。哦，蓝色的火，我只有觉得蓝色的火感觉光源的那种强度比较多，你不知道什么错觉。有人在基因怪吗？对。不要讲，对，好，快快飞起来，飞起来，飞起来！好痛哦！怎么那么黑？怎么那么黑？哎、欸，洋洋，你不是要凋零玫瑰吗？对啊，要不要往我盾上打了？你飞我，你飞我。好，我踢你哦。好，踢我，踢踢来之后去不投。来看最下面这个箱子。你有盾牌吗？有盾牌，上面都可以吗？最下面箱子。好、啊，现在大家看我，大家看我，换你换你。我回家补血啊！你这不是工业模组哦，这是纯天然的哦。这不是什么、哦？你让凋零怪去炸它，是不是？对啊。雨下去打。所以好帅哦。那天才说凋零头先让我们先换一下你了，先让给我。哦。嘿，杰克，你很会哦。啊、你拿了之后我要走了。弄吉吉耶。好啊，走啊。那、啊、我就你 TP 吧 ，TP 他自己。我顺便写那个好了，逃向远方。杰克加油！好，逃向远方。我要去补最后一下了。别、就是问我家乡。哎、欸，你们刚刚标靶在哪边啊？等一下，不要干我！对啊，因为我刚没射靶。等一下，他们主要是七小怪，先七小怪。谁等谁等？杰克，你是把人家讲话弄断？啊？什么？杰克把人家弄断？他不要我讲的话弄断。对。你们那个标靶在哪里？标靶在那个 seven 前。哦 ，seven 前。seven 前。哎，我你可以自己去试啦。我是觉得有点难啦，老实说。是真的有点难。是除了用那个地板门的方法以外。地板门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放在前面，然后之后那个你射完箭之后呢，再用地板门弄一下，它就会弹上去。酱油在哪里？啊我在这兒，你说射到你地板门上，标靶在哪里？会让你在这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刚来而已。Evan 有两个门口，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你家那一侧，我看到了。啊，那个的要在哪一个？贴着哈基的屁股啊？贴着哈基的房子的屁股吗？这里，大概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哦，好，那个挑战啊。欸好，挑战挑战，不知道哎、欸，差点直接飞啊、哦！这里，哪里啊？哎、欸，我们绕了一大圈哦。对啊，它在上面。哦，太高了吧？啊、你怎么了？我们摔到了。嗯，又摔到了。哦、这火焰剑士很雷，他很挡路。对啊，这样，就这个东西。哦没关系。有个男生送你黑色玫瑰花的话，赶快拒绝，赶快跑。为什么？啊，凋零啊！哦哦，我以为是什么花语还是什么的特殊含义。啊，它的含义就是要让你那个吧，那个啊，跟彼岸花一样吗？哦，彼岸花是真的蛮可怕的啦，还有毒哦。
好像是就是你唯一一生唯一的挚爱之类的吧，就一生认定你一人那种。因为你居然知道，好你说什么花、啊？彼岸花、啊？彼岸呢？黑色玫瑰花。哦，啊、是吗？哎、欸，我没有进去，进哪里啦？没有，我没有进到那个门里面。哎、欸，小刀，你还在那里吗？没有啊，我已经进来了。进来喽。好，我昨晚回家，有谁在家里借我听一下？耶、yeah!。哇！棘手对决，老岳在家吗？哎、欸，这有前置吗？我刚射好多窟窿都没有中哦、啊。哎、啊，要射死，距离够吧？哦，我那时候超远。你等射死哦，不能烧死是不是？对，啊，要射，哭了。还在跑。对，我来射、啊。白痴。有了。在晚上、哦。嗯，晚上。可以去的每日任务之类的。还有什么、啊？我走到中介城欸，白痴，在哪里？中介城是什么？对啊，就是那时候刚过完，我们那时候龙之突袭啊，在谁家？龙之突袭，很多人家都有，很多人都有啊。有吗？有谁可以借一下？借个，你看，可以去翻我箱子，我记得我箱子有。OK， 哇、哦，这个标榜好难哦，很难啊，那个超难，真的很难，放弃了。真的很难、哦。你花这些时间去剪片比较快啊，对不对？然后浪费时间了。好啦，所以那边有大量的泥土。大量的什么？土。土哦，找有这里有。好，这里我要去地狱玩了。哎，我都找到另一个那个叫什么门啊？去折药门。对，折药门，我都找到另一个折药门，还没找到中介城。好扯、哦，嗯，夸张啊，太夸张了吧？夸张，嗯，没有，我自己视觉距离调远也没有用啦，主要是要那个伺服器有办法、嗯、降火器，等一下电池，降火器，刚刚在干嘛？为什么你有降火器？他拿那个，他龙之吐息啊，他拿我家的吐息，龙息，对啊，没有，家里有都有吧？嗯，有。我也要去拿 to C， 我放弃了啊。to C， 那个重新召唤那个很麻烦。哎呦，融化爆炸声了。刚刚什么事、啊？有苦力怕，好可怕。有苦怕怕，苦力怕，好可怕。怕驯服一只动物。对。我觉得设这个标靶也是有一点运气成分。嗯，有哇。我看到你设太远的话，它感觉会就开始飘了。对啊。嗯。哎、欸。你们有解蜜蜂的任务吗？没有，还没，可以去小雨家拿。谢小雨加油！小雨家，哇，小雨今天错过了赚钻石的好时机耶！哇，这一次这样钻石真的是蛮多的。对呀、啊，对呀、啊。当然，如果等一下最后那个十点的那个乐透给我中是最好的，对不对？对，我还没买。对，我还没买。我还没买，记得去买哦。那个奇怪的汤啊，碗，然后花，然后加什么蘑菇啊？你不是上礼拜才做？我会不会被他打死啊？你有没有补血的、啊？阿奇？没有。好不？我听到哀嚎声哦！我要解那个我在飞啊！哦体验动能有谁要？赚一个任务，然后只花一个钻石。对、欸，我还没解你，你我都是白痴。我正往上飞，快打我啊！可我失败了，我失败了。他自己在哪里？还有那个、啊、中介城啊。我姐啊，你们有没有补血的？阿基，我要去喽。你哈 ？OK 吗？我要飞你。你要过来，我是无所谓啦。你在空中在天上飞，我觉得不太妙。你可以过来没关系啦。哇，好危险哦、喔！好危险哦、喔！你可以踢我，你可以踢我。我先把那个鞘翅拿好。等，打我！你可以去哪？你个笨蛋，笨蛋！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哦，你该不会是要那个吧？对啦，快点，快点，快！哎，他这个要多高、啊？我忘记了，五十格吧？啊，我没有五十格吗？走吧，我们去上面。哎呦！等一下，你们这样子我会死掉啦！哎、欸，这不合适被打掉是不是啊？等一下我要死啊！啊！啪！哇！一次死了！
哎呦，谢谢团团，谢谢团团，给我再飞啦！谢谢团团，上面风景真好，那个吗？对啊，我解那个，那个很难呢、欸，而且那都是不知不觉解到的。你可以去新竹玩一下。哦哦，我死要死了！新竹风很风比较大，风比较大，哦、没有风比较大而已。先不要，先不要。哦哦哦，我听到这个哀嚎声。嘿，我不要解那个了，气死我了。舒服的声音，可以。哎，对呀、啊，对呀、啊。算了算了，我去解别的20颗。嗯，没有，应该说。我直接去挖矿，反正我是运发稿子。对耶，气死！我要去弄那个。我想去用重生嘛。哎、欸、呦，这两次都死掉哎、欸，好气哦、喔！不是，体验动能还好一点。不好意思，哎，真的哎、欸，我还在尝试体验动能。我刚刚最高纪录14个灯而已，缺一个灯。我也是14个而已。还有什么可以玩啊？戒符棒，我还是再去挑战一次好了。戒符棒，可是我刚回来了。哇，你骑回来了？酱油好像也在那边吧？酱油回来啦！哦，酱油你怎么那么快啊？他超级快。哪里啊？我看你、欸。等一下，为什么赤足兽会在我们通道里面呢、啊？哦，他跑过来的吧？他是迷路的小人，很可怜呢、欸。你们这样子对他？那我把他接回来。这样我们之后我们这样游乐园又会多一个设施了。你刚头很痛，我的天哪！快哦 ，TP 我 ，TP 我，团团 TP 我。人家哭了，我跟你讲，他可以用酸绳吗？好难哦，不知道哎。哦，站在这里吗？哦，我帮你算一下哦。你好，这边是32，你要站在62、63。哎、欸，等一下，是主兽不能回地表，主世界吧？哦、不行哦。他会死掉吗？我记得会耶。32，我试试看。然后站在 Y 轴后面 ，X 轴是2。X 轴是2，其实这里就可以了。嗯，这里就可以了。欸、可以签诶、欸，这边是0嘛？可以啊，好。哪里是回家的、啊？反方向、啊，我的另外一边就可以了。所以是这里吗？不是，我觉得打怪。这边是往地那个碉堡。好。啊，好，再试一次。欸、他们说可以迁回主世界啊？可以哦。是啊。叫。我不能碰水哦，记得哦，不能洗澡，洗澡会死。好，我会给他一区岩浆湖的吧。我进去射一下。好啊。运气足兽喽。你进去射还都有啊？很难呐、啊，超难的。哎、欸，白痴，赤足兽没跟上他。跑去哪了，白痴？他跑去哪了？哎呦！哦，小坏坏，过来！好累个！不行，我真的觉得越看他越像是老人秃头、欸，哎，怎么换呢、啊？老人秃头，看到有人乱丢垃圾在别人家门口前，哪一个人的家门口？是。这个是泱泱跟哈基加钱哦，哇哦，我知道是谁，哎，泱泱家对面那个家的主人，泱泱家对面家的主人是你吗？是吗？就是你啊，哦，是你啦，啊，原来是你呀、啊，也是你呀、啊，哦，地狱门，好难哦，什么？乖乖，过来。哎、欸，他会打嗝哎、欸！我现在才发现，哎呀，你也会打嗝哎、欸欸？对啊，我也会打嗝耶！哎、欸，传进去啊，传进去啊！传进去是不是那个？一点点，要拉久一点。哈哈，不，有压制起来、欸、有困难呢、啊。关于生意，哎、欸，可是会跳舞。这个要运上去有点难，我先把它放在小雨家好了。啊！有人捡到自己的东西了。给、哦！中介，来硬的。那我低啦，把基础的解一解。
哎，我有个主意。主意。我要来看一下小雨家有没有玻璃，我要跟他借一点点。玻璃？你要玻璃吗？对。啊、哦，有哎、欸，没有、啊、那个隐约你要看，可以过来看，你就知道我要干嘛了。等一下，我先钓完这条鱼。好，等我一下。对，等一下，等一下。嘿嘿，嘿嘿，等一下哦。喂，你好，喂。啊、哦。好了，我弄好了，你们要看可以过来看。噼里啪啦碰，好。哦，我让小雨的垃圾桶上面放一只赤足兽。他没办法倒垃圾了、欸，他不能倒垃圾了。哎、欸，可是他这样就有一个赤足兽可以看嘞、欸，你看他起床就可以看到他在他这边，很恐怖哎、欸。你起床一个人一直看着你这样子，其实没有，我们就把它想象成它是那个，你知道吗？就外面在卖那种睁大眼睛的那个洋娃娃，对不对？哎呦，我觉得那更可怕。他不是很怕人形公仔吗？对吧、啊？人形公。我认识一个人，他超喜欢那个大眼仔，那个怪兽电力公司那个。哦，麦克华斯基吗？对，然后他的房间全部都是那个娃娃，超恐怖、哦，你知道吗？全都是眼睛哎、哦，超恐怖的，好多颗眼球，哦，真的可怕。看一下还有什么？真的可怕。怎么那么多猪？猪不好吗？我剩下一点歇息时间，我要去闯一万格了。哎呀，闯一万格。有了16。哎，吃猪兽不会啦，总比他在外面不小心淋到鱼死掉好，起码他是安全。哎呦，嗯，哎，叶船啊，那个啊，小迷宫，我船了。哦，这里也有那个黑曜石。嗯嗯，附魔师，对啊，就来解附，解一解，隔墙有眼，获取哇，金砖，哎，金苹果，哎，金苹果一定要自己合出来才算完成任务啊，好可恶哦，金苹果，啊，不对，白痴，是僵尸医生，我看错，看什么金苹果，苹果，金苹果任务吗？啊，吃父母金苹果应该有吧？我记得没了吧？哦，没了。哦，对哦，那是旧版的。哎，这是什么太强大还是什么？太强大。哎呀，我那个我还活在旧版。我也是旧版，然后打开包包应该是一开始就有一个啊？为什么？对啊。太难了吧？今晚又升怪啦！狙击手对决，我来几个好了。那晚上。对啊，现在晚上了。狙击手，你们怎么解释？给他坐船吗？还是没有？直接站在那个翻新那个掉落怪物塔那边，它不是个高山吗？哦，然后可以刚好直接看到我们那个大平台，就站在上面射。哦，垂直的也可以吗？还是这个也是要平？垂直不知道呀，好像可以吗？对，我记得这个好像以前是可以啦。嗯，对。那你过来，那你过来，过来哦，过来。你鬼来，风暴物流，你也太坏了吧！移动小雨，你移动哪边的？他把人家整批带走了。我移动我的呀，我有很多个小雨啊，不是啊，我有很多个小雨的家。小雨的家感觉像什么游戏哦？真的，哎呦，史莱姆的第一个家，他叫呢，他还在哎、欸，还在啊，他现在还在，还在更新呢、欸。超强哎、欸！还在更新哦，还在更新哦，还在更新，超扯，太屌了吧！我们下次很多人不知道那什么吧？不会，哎、欸，搞不好他们还是有去玩是吧？哎、欸，可以吗？一发就中了，两发，我以为是我解出来就是你，可恶，锤子好像不行，没有，你从那个生怪砖上面这边用，又快，无砖这边的、哦，好，可是我在一万格哎、欸，可恶。
一万个太远了吧？回来啊！我好了，好像也是可以。这样你试了一个晚上了吗？好了、欸，一个早上还对。那、啊、要自己上去哦。哦，好。哇，哼、欸，可是我记得之前史莱姆的家那里面游戏到最后都变成是那个、欸，哎、嗯，都只有枪战游戏。我记得没有像之前有没有那么多元了。走开！我不想伤害你们，走开！欸、漂亮，上面那个大平台那边、啊。哦，好。嗯，是我。聊天室已经很多人都不知道了。Yeah、对啊，大家都不知道了。感受到年纪差距。那是我爸爸在玩的。哎、欸，我听人家说什么 ，FB 已经算是老人家在玩的东西了。有，对啊，有听过。啊，所以我他好像说现在都是用 IG 吧。嗯，所以我们需要酱油啊，酱、啊、油才会滑 IG。啊哈，好东西啦，没有在骂你。真的吗？真的、啊。就只有你在滑 IG 耶，干嘛、啊？好，怎么那么敏感啊？没有，我是这样子的人吗？你敏感哦，欸、你敏感性耳朵吗？敏感性耳朵，鼻炎。但是人家吹一个那个气，就突然就啊这样子。然后什么是啊？然后阿奇就问人家老师，正中红心。请客，请客，请客！哦，我天，终于成功！超强哎、欸！哦，好爽哦！哇，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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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炸了！好猛、哦！那玩枪战就不一样。哦、真的。啊！啊！啊！你打吧，我吸引。我要哦，他们在打架哦。哎、欸，我要佣。哦，好啊。哎呦喂啊！我已经不知道我可以接什么了，我也要来挑战了。你挑战那个啊，二十颗哎，很多哎、欸。挑战、哎。不然我射到棺材前能不能解掉哈？难说。真的难说，我觉得那个有点吃运气。对啊，我怕我六十几只都射完也没有。无限攻给你，无限攻给你。谢谢大大无私的分享，好人一生平安，上厕所有卫生纸。石头啊，石头让给我好不好？钻石给你。哦好啊。哦，因为他一直要收石头。石头，这还好。哎呦，快爆炸了啦，白痴哦，外面也太多了吧。哎呦，我箭矢也射完了，吓死。啊，云月来参战喽！哎呦，就分啊！啊，分吧！哎呦，喂，我到啦！哎呦，我好像拿尾刀哎、欸，找对，在哪里？在哪里？对，尾刀呀，我到了！陷入焦灼、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了，等一下了，不要了，放一千，放一千了，放一千了，啊，这不够远哦。不够不够，是你想要多远？五十比标靶还远。哦，刚五十哦，那我刚刚说不定，其实是应该不够远。完，哎、欸，那我的烟火没了。谢谢。拜拜。哎、欸，你怎么回来？直接 TP 回来。好像有点快哦。对他五十个，我一直是四十个，那我再叠一次。所以云月刚刚是给我石头啊？我给你石头，你不是要石头吗？对对对，我要石头。耶！再看看什么任务可以解。大家真的狂解任务。没有、啊。每种怪物各一只。那太难了。嗯。下去。应该也包含。你要不要再上去试一试啊？没关系，我试试看锤子的。拜托。光是凋零王就不可能了、哦。啊！去去去去去！啊！没事没事。啊！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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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有人家里有南瓜吗？啊！我家有很多、啊。你家有吧？应该有吧？而且我是想招铁巨人呢、啊。对，我要做铁巨人。哦，那铁巨人算敌对生物吗？友方？友方吧，除非你打他。你想对他做什么？哎、欸，
打他跟他的爱人。爱人？村民啊，村民啊。对啊，这应该就五十。那你觉得他的爱人是什么？不要再生了，不好说。哎、欸欸，哭光被引出来了、啊，白石那谁帮我引的？哎、欸，谁引走了？哎呀，厉害呀、啊！哦，抱歉，啊、那早别上来了。哎、欸、哎、欸，也没有啊。啊，所以死的真的不行哦。偷窥权。宅邸的那个斧头兵还会再出来吗？不会。啊，你想要那个超越生死？他已经有了，不是吗？哎、欸，不是已经。我只要每种怪都要打一次。哦，应该不会吧？不会生，不会生，不会生吗？不会生。哎呦，不会啊。嗯，我自己会。我会，我就在那边刷那个了哦。哎，对啦哦，对啊。不过突袭就有那些的吧？嗯，好像有。你要去突袭有啊？就是要找那个雕那个啊，烧界塔。啊，嗨，嗨，一下，那很刚好的突袭到我们家，很刚好。所以直接在这里。要门是走那一个吗？一开始就有一个。Brett， 我要挖他的眼睛，被抽到下面的鸡眼，好痛。嗯，哎、欸，南瓜那个是不是要先挖过啊？挖什么挖过？你那个眼睛要有先有眼睛的。用剪刀嘛，对不对？你猜啊。嗯，应该是剪刀没错。逃向远方。啊，我怎么没穿进去？好啊，再一次。送鸟的礼物。送鸟的礼物。送鸟。太远了，都射不到。你们射那个狙击手是真的抬很高吗？那个弓。我们就高打低啊。高打低啊？为什么刚高打低不行？为什么你们可以啊？不够远吧？Hey, 就可能差一点点这样，奇怪，不行，太危险了。燕妹耶，燕妹，帮我装备。燕妹是兵马还是我自己？招兵买马，有的。你居然这样？哦，有燕妹会开始那个，我的天哪，好可怕！哦，因为你领太多只那个了吧？我在做重要的将士一生嘛，我知道。对，请问啊？我剑师用飘的哎、欸，不，哦，快半天啦、啊！不要，我先不要跑多好了，我在中介跑那个。闪电之才村民狙击手对被撞出去啦！从夜妹，夜妹夜妹夜妹也太美，也很美，尽管再猥亵。啊不，哦不，烧起来了！不是，烧起来了。家里的那个保护，什么保护？僵尸上不去，僵尸烧起来啦！哇塞！啊，僵尸烧起来了啦！对不是啊，他那个桥盖怪物是走不进去。对，你要再补方块 啊, 啊, 啊！我本来那个时候盖那个就是要防怪物进来的，不是吗？对啊。我本来想要把那个僵尸村民引回去。哦。哦就不好多啦。嗯，下个晚上吧。等下一个。哎，大声一点。下一个晚上。不要了，害羞。啊，害羞还唱？我好害羞啊！这个更快。什么东西？没有啦，习惯性跳那个蜘蛛网管道。哦。哦。有人要倒地酿造房吗？去哈基家二楼敲一下就有了。对啊，最好酿造房。小雨，我来了，你家。那我问一下，那个介符盒是被打到然后飘，是要一直往上飘才算？一直往上飘啊，对啊。还是有屋顶的往上飘也算？哦，或者是那个格数吧？对啊，要格数、啊。它是算格数的，好吧？算格的。你想得到的。听到了难过的声音。对，我想说，哭啊，哭啊！奇珠衰落，那是不是以前的、啊？以前的吧，以前的、啊，那是以前的、啊。现在应该是没了、嗯。好多都是现在都没了。嗯哼。
女人有那个没有玻璃瓶？直接说没有。我只是要一个玻璃瓶啊！对耶，我还要再去小雨那边，差点忘了。我家好像有吧？你去我家找啊。好哦。你怎么会没有？你钓鱼钓鱼，大家都一定有空瓶啊。我不知道，应该都被我丢掉了吧？哎，你看。干嘛呢？再乱丢啊！再丢啊！你知道为什么妈妈都喜欢把东西放着不丢吗？就是怕以后会用到啊。哦，原来是这样啊，好像很有道理，是吧？啊，为什么还是摔上？哎呦喂！药水一二三。哎，哈记。哎，你好。是那个，我刚把那个打下来就不见了。为什么那个找哈记啊？那个啊，你是空手打掉对不对？啊、不能空手。好、哦，赔钱，赔、哦、钱。到时候再做一个，这个东西多贵，你知道吗？它要快600钻呢。哪个东西？太贵了。我怀疑你那个，我怀疑你哄抬价格。什么东西？我还评价。那个酿造台。哦，那超贵的哎。超贵耶。贵死人的那种，做一个还你央做的比较贵。呀，哎，对，所以不能用手打哦。你猜呀、啊，它是石头做的东西，你用空拳打得掉吗？好像也是。它是用钻石砖做的，钻石砖用什么才能挖？懂吗？啊！再一颗子弹，给我子弹！我怎么没解到？超粗！啊，那个。蛋打我，打我！拿了吧。我刚刚听到什么？打我蛋，打我蛋！哎呀，好痛哦！不行，不要打我了，我快死了！啊、他不要了！太痛了，太痛了！等一下！我觉得你蛮开心的、啊，有点开心。要解那个吗？解飘吗？宽宽，我看到你在解那个。对啊，弄完了。你在哪位呀？你被看到了。小雨家，小雨家有那个蜂蜜块哦。有啊，我刚刚看到了。这么说，快点任务，快点结束，快！还没结束，我要被子弹轰死了。拜拜，拜拜啊！此刻的我知道了，我不适合当一名弓箭手。你其实也射不到，对不对？是不是剪片比较开心？没有，我跟你讲，里面就只有洋洋射到了。那个真的难，那个真的很难。我最高就9而已，九、哦、而且他射的时候是会飘的。对，就算是同样的位置、同样的点放出去的箭，它是有上下左右。这个时候就会很恨说，为什么我们的国字脸200公分，史蒂夫手要抖？国字脸呢？没有，搞不好他手是狗，是风在飘、啊，有风向啊！哦，好像有道理呢。忘了风了。阿俊，你在找什么？不要直接跟你讲啊。那这样要射中也要给运气耶。对，对。蘑菇在找什么？还要找蘑菇？啊、蘑菇，蘑菇在这边。啊！咦、欸？啊！我怎么知道里面有几只蜜蜂？啊？那不是有一个那个移动什么？里面有三只蜜蜂的蜂？臭你！不啦，臭啊！算了，反正你就臭。你在干嘛？臭！我们可以强制让蜜蜂塞进同一个蜂窝里吗？哦、可以啊，你就可以吗？你就把那个啊，那个是在那个下面有那个萤火的时候打起来就可以了吗？还是？等一下，三不熟，不熟，完了，大家都没有研究蜜蜂，没有哎、欸，是有小雨有研究，我只知道蜜蜂的 AI 很奇怪，这样子，有了，他会迷路，很笨，笨，原来三叉戟有一个成就叫做非常惊世骇俗、欸，有啊，那个打村民啊，用闪电打村民，闪电是，然后就会变成那个女巫，不是吗？对啊。所以是真的非常惊世骇俗啊！确实是凶吧？我是不是要做个十字弩扣下扳机一下？我怎么听到哀嚎声？
都会有。你来地狱玩啊？扣下扳机，可以陪我来地狱玩吗？扣下扳机。一个不能在晚上玩哦，晚上的时候。嗯。睡啦，我睡啦。啊，没事，醉啦。只是买了一堆苹果，很爽而已。是啦。警告你哦，洋洋就过来了哦，要解决你们哦。我怎么了？你那蜂蜜块放哪里啊？没有，它是你要放在墙上，然后你要从上面然后撸下来。下来。所以你要撸。啊？你说什么？我说你。你是放，他是放在箱子里哦。都要放箱子里啊。看一下哦，哪一个啊？好多东西哦。大家都好努力哦。下去。怎样？那不然你嘞？啊、你干嘛？没有，我说看看有两位在射标靶。好。这可能是哪个箱子啊？最次的就是蜂蜜旁边。刚刚瞧好位置，然后叶妹撞了一下。你说他啊？你说蜜蜂房间哦？对啊，在房间里啊。啊，你刚刚是怎么进去的？他这里有一只。哦，你是先把它拿起来。白痴哦！啊，有这媒体啊？用丝绸可以。是吗？不行，要拿剑。哎，剑货剪。我剑货。不是，我说剑货剪刀。哦。剑货剪刀。对，剪刀，你居然连剪刀都骂，好可怜哦！对啊，怎么可以骂剪刀贱货？太凶啦！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只好干笑。太凶，射中标靶就是不一样。十三，十三，哪一个东西？哦，差一点哎，你差一点，根本不记录是剩两个，就没了。嗯。哦，烦不烦？烦烦烦，在烦什么？在我地狱玩。射不到两个灯，射差两个灯。我的地狱烦，去找找东西了。如果就现在那个麦块的冒险地图啊，那种解谜地图，有一种是这个要射满灯的，真的是会疯掉、欸、嗯，差一个灯。游戏那个地图我一定不玩，下集带去。跟你说，就是没有距离限制，你只要射满灯就好。这样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但是如果你一定要什么三十格、四十格外那个，没有，他就是给你卡在那一点。怎么了？那不小心走到我们刚刚精心设计给小雨的陷阱了。TP， 赶快 TP， 赶快 TP， 赶快 TP， 快 TP， 我。TP， 我该怎么办呢 ？TP 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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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 哎哎，嗯，好好可以。那个陷阱真是害到不少自己人，真的是不小心害到自己耶，笑死！每个都踩过去。嗨，没有，嗨，好，我在这里耶。你要去哪里？不要推我！我都掉好位置了，我掉好位置了，我还特别不用滑鼠来拉弓，我用键盘在拉弓哎、欸，那你用键盘在拉弓，好酷哦，用键盘拉弓，就是因为滑鼠一稍微动一下，那个就差很多了。那你把滑鼠的密度调低，超低的那种应该可以。对，我刚刚是调到最低，然后慢慢一格一格。调最低哦，最低滑鼠的密度在哪？那个控制吧，你那 DPI 要看你滑鼠，要看有些是可以用那个程式调，有些用点的就好。对对对对，用键盘拉弓，因为平常打是按键啊，你会注意 DPI。三个灯啊，哎呀烦啊！就差两声，最高纪录是差一个灯。哇哇，中计，传回来了。哇，这个灵敏度是超低，一万格外。我也要一万格外，我要你们要做那个是不是地狱？我先去外面打电话。没有，我要去。我想要剩最后一点时间，看我能够找多少钻石啊！看了，中介，我去中介哦。你们船过去有没有海边啊？你要去海边？不是热带海洋吗？热带海洋就好了。哦，对耶。你要什么？沉船。
我要找海豚、海龟、海龟不是有海龟，可是是要杀掉哦。哦哦，要杀海龟啊、哦？再繁殖就好了。海龟是有什么成就的？我是踩破海龟蛋嘞、欸！踩破海龟蛋有成就吗？有成就吗？没有吧？没有吧？是没有了。愿，需要僵尸丛林吗？我在准备，我在准备东西。在热带海洋区了，可是没有看到海龟。这边有一只啦。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马上上去。海龟再养就好啦。右键丢进去。海龟龟，为什么丢不进去啊？哦，这样就可以了。向远方，逃向远方。耶，我回家了。野外的村庄有什么可以解的吗？家人在家吗？我在啊，有记忆的。哎呦呀！你做了什么？我有射到你啊。没事没事。嗯，是不是没有？嗯，我的声音。轰隆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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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哪一格？是第四十格。嗨，过来，酱油。啊，我看，我看刚刚，我看我是照刚刚刚刚站的地方射，越射越后面。你就算一下，X 轴在零的地方就可以了。我是站在这里啊。啊，是哦，我越射越后面。头上有很多页面哦，头上有很多页面哦，注意哦。我卡了。页面，页面，注意页面哦。很多页面，好吧，哈基不要打那只僵尸哦，不要打那只僵尸哦。你说僵尸吗？那要带回家的，那要带回家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在设靶，抱歉。好混乱哦，怎么回事？那边也太混乱了吧？那边怎么回事？两边都好混乱。射到他了。这一把好痛哦，我的天啊！我怎么知道是？额外都看到的是僵尸啊。啊！种类的猫，哎、欸，种类的动物，一只贯穿杀死哦，杀死两只野猫，对，一箭双雕，太难了吧？一箭双雕，耶！哎呀，你在哪完成的啊？啊，我在一万格外。哦，加油，停手，停手，加油，停手！我是正在上面。我可以动了吗？可以。不要打他！我射死你！我不管了，我要射死你！哦，这边很多骷髅，这边很多骷髅，这边很多骷髅啊！暴气的繁香，我不痛啊！不知不觉的，再过十几分钟就要开奖了呢！哎，眼期待转。讨厌，臭叶妹，走开啊！叶妹，是刚刚我们有谁没睡到觉吗？没有躺到床吗？已经三天了吧？超过三天了吧？是为什么我刚刚在野外没有啊？你头上刚好有叶子之类的吗？我不知道、欸，我刚刚头上没东西，但是我没有生叶妹。哎、欸，我们头上有精怪、欸，头上有精怪，就正在正上方啦。正在正上方、啊，神秘，真的神秘。开始，我走 ，Goodbye， 夜妹，哎呀，夜妹，夜妹，哎，关我屁事！你，我哪有看到你？你是把猪？黑妹，人家就觉得你在看他，对。对对就跟有时候你看，就是你会以为对方在看你，其实他是在看你后面的那个人，然后就挥手了，这样吗？挥手之后发现很尴尬，对，抓抓头啊。上课时期最那个了，上课时期最容易发生的。对，真的。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啊？其实他并没有在看你后面那个人，看到不该看的。啊他有意思的是后面那个啊，哇，难过，伤心。重点是，如果你刚好讨厌那个人啊，他在你看后面的，你就对他说看屁哦，他会说我不是在看你，超尴尬，真的尴尬，尴尬，往自己脸上贴金，因为你缺 yes 这样子有没有？超吵了，你自作多情。
啊，叶妹，你好讨厌啊，你怎么这么讨厌啊？我要杀掉啊！杀掉、啊！飞太高，你飞太远。来，再提示一下哦，泱泱跟哈记还没买彩券哦。啊，对哦，好，对，你们还没买，因为我刚买了，然后就发现有人还没买。对 ，OK， 好吵哦，超吵的啦。可是很难解这任务，好难解哦。对吧、啊？所以把说射死两只，引在同一个屋檐下。哇、啊，那你还有贯穿呢、欸？嗯，对啊，贯穿是准备好了啦。可是你要一次射死两只就超难的啊。司令台这边有一只啊，小雪。还是你要分裂啊？不行，分裂他要贯，他要贯吧。哦、他一定要贯，是不是？要贯穿。啊、他既可以改一下精英怪位置吗？嗯、还是没时间？等他一下。他在贯穿、啊，等他一下。我看到他左手拿着玉，哎、啊欸，你刚刚动作很神奇耶。啊。你左手拿着玉水杵，然后又拿着右手拿着弩，那个样子还蛮有趣的。你会右手拿着那个弩，然后左手提着玉水在瞄准，这样子就嗯，有点特殊的动作，有点有趣。同时拥有所有药水，太难了吧？与火共舞，你要多久？要多久？哎呦，差一点点！你这个，哎呦，哎呀，哎呀！啊！你怎么就死了？你这样就这样死掉了啊！哎呀！叶妹，过来，我这里。消失啊！叶妹。叶妹，哦，这个这个其实感觉已经差不多了，跟真的跟我们当初想的一样。哦呦喂啊！那个耶，谢了。哎呦喂啊！不是我在打僵尸，怎么突然就完成这个任务？你打到皇后旁边的枯宫了？不是，我用刀在打僵尸，终于完成了。哇，僵尸医生，僵尸医生才绿的、哦，也太累了吧？对啊，这个才绿的，它是十颗的，十颗的，哦，十颗的还行啦，十颗的还行，十颗的。他在商店二楼，哇，商店已经要扩展到二楼了，真的，你下来，没事啊，可是一楼空很多位置了，一楼还没满呢、啊，对啊，员工被我抓走了。员工被抓走，被抓上去劳改，做另一份工了。哎呦呀！有什么好怕爆的、啊？嗯，直接下去。你下去，你不要乱动，你下去。我都三怪砖呢、欸啊。算了，不理你，我还有别的事比较忙。你是不是又被叶妹走了？可恶，叶妹，你怎么这么可恶？捶他小胸口。那怎么念啊？什么捶你什么胸口什么鬼啊？我也不知道、欸。什么叫小拳拳捶你胸口是不是？为什么你们会记得这个？可是用小拳石捶你小胸口。哦、我猜的好痛。我猜一下什么捶你胸口。小拳石痛爆、嗯。那个太痛了，那捶下去你可能要住院，一生只能一次。对。一生只锤一人，他可能不止锤一人，但是你是其中一个啦。对对对。哦，对，哎，有人家有蘑菇吗？蘑菇隐约有吧？隐约啊，我不知道现在问有什么，问隐约就对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你去箱子里面翻一下植物的箱子。好的。哎、欸，我找到了咧，原来是那个什么呀、啊？都怪你，也不哄哄人家，人家超想哭的，捶你胸口，大坏蛋！我的天，都不哄哄人家，捶你胸口，派咪呀、啊！派咪呀、啊，这是你自己加的吧？乱加的吧？就乱加东西，你会说谎是不是？哎、欸，有人要发
商人，有流浪商人，有流浪商人，抓他，然后留那两只。商人不重要，重要是那样子。他有卖红色蘑菇的。哦，红色蘑菇。对啊，他有卖，需要吗？很稀有，是不是？你去那个，你去宅邸附近绕一圈就一大堆了，而且嘞，好远哦，有传送门啊。等一下，我先看一下。连传送门都有，用面有人。绿宝石，一个绿宝石，一定有绿。笑死。超死吧！什么叫蘑菇？哇，玩空岛那么稀有、哦，太夸张。对对，左转左转，泱泱请左转，还是 你有钱了？我有那个啊，请巴库，请巴库，巴库是什么？巴库是什么？哎、哦欸，那个不一定，应该够吧？这样你先，已经你要杀他是不是？对啊，你不要要留那两只啊！你以为我们在开玩笑吗？做一碗汤只要一个蘑菇，对不对？你猜啊？你上次不是做一大堆了？没有，我还没做啊。诶、欸、我还没做。哦，你只是在收集材料哦。对对对。哦、因为我记得做蘑菇它要两个不同的蘑菇嘛。嗯，还要念咒语哦。哦。还要念咒语。对。哆来咪嗦啦，变好吃。讲得好平淡哦，你先杀它没关系。好好吃的咒语跟我想的不一样。然后是那个嘛，变好吃吧，然后他在那边什么嘟噜嘟噜念咒语那个，有吗？有这种东西？什么嘟噜嘟噜念咒语？有啊，你不要乱骗哦。我觉得你很常就是加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进去。没有啊，可是你们他们不都是这样吗？他们真的有这样哦？你是巫婆吧？念一下你听不懂的话，然后说变好吃吗？有啊，有啦，变好吃就是有，变好吃是有啦。给我们那种嘟噜嘟噜什么、啊，嘟噜什么咒语都要乱念。我是看那个什么、啊，之前看那个网友说，就是他们咒语都乱念。网友说，网友、要听别人讲。因为我去的那一家不念咒语啊，他我去的那家。念咒语要加500块，我就太贵了吧？哎、欸，没有，是真的，是真的，加咒语就是要加钱，是要加钱，但我不知道加多少啦。我之前去的那家不用加钱哎、欸，而且我跟你们说，我去的那家哦，它还有分那个一般的是一楼 ，VIP 一是二楼 ，VIP 三是三楼这样。哦哦，哎哎，没事没事，哎。他自己在巡回哦，你干嘛？哎呦，走，直接家里啊！我知道他就是剧院有没有在看有没有在用透视，在到处传送一直传。哈，哦，所以之前那一家去的那个是真的是少数不用加钱的耶，他自己就帮我们念了。欸、你跟他讲说不要啊，搞不好不要。没有没有，那个不然不可能啊，不可能不可能。怎么可能？不可能！我们上次是张寿司就有粉丝啦、啊，怎么不可能？对对对，对哈，怎么不可能？他们有分寿司给你们吗？没有，就最后结账的时候，就一共多少钱哦？然后突然就蹲下来，哎、欸，你们是那个谁谁谁吗？我看一遍哦。对对对对，他就突然讲了一下，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刚就准备在结账的时候看他，想嗯，为什么他感觉好紧张哦？一直偷瞄这样吗？对啊，他是讲话啊，然后什么感觉就很紧张这样。紧。其实我们也很紧张啊，我们都是你们的小粉丝。小粉丝。对呀、啊，我也很紧张。他是蘑菇奶奶，好讨厌哦。他自己。哎，玉髓胸甲吗？哦，刚不是跟你讲去找那个愉悦吗？愉悦，你不要传我、哦，你直接去我家好，不要传我、哦。我去你家，你去地狱。刚、啊、刚为什么要来挑色呢？从、欸、地狱走那个走道就有棕色蘑菇了。好的，地狱。哦，我先去买彩票好了，这个时间。你再不买就要来不及了，再不买你的机会就属于别人的喽，就要没机会喽。我也来去买一些好了。哇，幽灵阵啊！好了，那个我未来绝不成为弓箭手，再见。你还没射到，你都讲而已。有了，玉髓包包。你看我玉髓包包，
买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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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梦想？没有梦想吗？没有啦，不买的。这是我们学校制造的，就是我设计出来的，学校制造只要300块哦。我觉得很烂了，可以帮我一下吗？300块，我想要开店。你是失学少女哦，失学少女、啊。欸、我之前就为了赞助他们开大学，我花了不知道多少钱，还真的花了。就那时候我们年龄没有很大、哦，啊，我就想说哈，这样啊那么辛苦、哦，我就想说原来开店是这么辛苦的事吗？他还要来自己卖东西，一个300块，然后我就买了一个。你真的人太好哎、欸，好扯，真的。重点是我那个我过一年再去，他还在。我想说他还没开大学吗？他还没开店吗？不是，他开店的钱这么贵吗？我又买了一个。他开店啦、啊，那他的企业他的商品啦、啊。对啊。这一样还有那个流浪商人吗？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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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掉他吧。我让他没有叫声的。好。可以。怎么样？没有痛苦的事。我被羊驼吐了，我被羊驼吐。哦哦哦哦，我以为是他叫了，等、他叫了，他叫太大声了吧？对啊，太可怕了吧！哎呦，我后面有两个变态。所以你们很多人都被骗过，真的假的？你们真的很有爱心哎、欸！我的天哪、啊！太有爱心！那个村民叫声，村民叫声。你知道我每次看到他们那种的要来跟我讲话，我就直接臭脸给他，我就走了。你看，这有时候我可以帮我说声加油吗？你就用尽全力大喊加油，附近全部人就往你这边看过来，这样子他就跑走啊，然后一直要握住他的手哦。对啊，然后你要喊累的，你一定要好好加油。欸、可是我真的在这种东西上面花很多钱。他有没有看夜市啊？火车站不是都会有那种乞讨的？哦，我每次都一定会给。没有那个就是有。真的是要看一下他是不是那个啦，就是其实是不是啊，你找我没用，你要自己走啦，自己走。我是一直是当战火去，回去的话就又有了。哦，可以。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啊！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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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啊！那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弹就对了。你们等下自己下去，我就不管了哦。没，我有哎，自己下去，要进去然后走回去，对不对？进去走回去，进去。那谁在家？谁在家？谁在家？走哪一边呢？对啊，走哪？只有进去只有一条路而已啊。Okay, 好好，进去只有一条路。大海、欸，谁在家？大海，都没人在家，没人在家。有吗？我知道砍人啊，砍了一个人。你为什么？你为什么没有进去，然后直接走出来啊？啊，好痛！哎，我在哪？我在哪？在这，进去。所以我走应该是回家的路吧，只有一条路而已，你就是只往那直线走就对了。好，不要小心不能撞到前面团团，不然会推挤。我们这样子是经过很多点啊，又漂亮哎。我要拿啊！你要避免那种那个啦，刚刚讲到那个啊，那个推销，其实就很简单，就是你自己，你长得凶一点就不会被推销了，真的，是真的，对吧？欸、我觉得他们每次来推销我都是对我说，哎、欸，那个妹妹，合理、啊。他说你妹妹、欸，对啊，这不是哎阿姨，对啊，不会说阿姨这样很好了，真的。然后他还跟我说，哎、欸，你成年了嘛？那这样你要不要支持？不要，不要。而且真的很扯哎、欸，我去逛夜市啊。因为就是我比较矮，我不知道我就是有时候可能会把我当成学生，然后我就在那边牵车，就有个人过来跟我说，哎，我是什么酒店公关，你有没有兴趣啊？然后就给我一张名片，傻眼。对，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做酒店有多好吗？然后开始跟我讲，然后就说我觉得你很适合，靠腰，我长得很，对，很像帮忙端酒的吧？你没跟他讲说你们会赔钱？哎、欸，等一下啊，这边不是往那个碉堡走吗？你走反了，你走反，继续往前走就对了，不要犹豫，继续往前走，不要回头，不要回头，千万不要回头，海德格，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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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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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很深刻哦。哎，大家有录起来吗？你们的铃声拿到喽？都起啊！铃声啊，对啊。以后那个什么啊，电话打来就是杰克在唱这首。我的天哪、啊！海德格啊，我被挤了！快接电话，不然我就要继续记录了。哎、海森宝宝，哈，海怎么变成海森宝宝？现在已经是十字路宝宝了，换一个人。对啊，而且我发现他们的礼物都是那个什么，就是活动叫什么，后面加宝宝。啊，房间要过来吗？我到了，到哪里？门口。哪门口？我早就跳成就了呢。哦好，我拍谁了？哦 walking 啊，三八啦。哎、欸，对，其实刚刚讲到那个推销那个啊，其实现在更多的反而是那个哎、欸，推销那个健身房跟代餐更多。那现在就是这个啊，代餐，代餐是什么？只是听到代餐，代餐就是代餐，他会跟你说，就是哦，就是那个什么，你来这边运动啊，你记得也可以吃这个啦，吃这个东西，就是他们会给一些什么奶昔啊或是什么的，他说你吃这个就可以代替正餐哦，然后呢，你这样就会瘦哦。有用吗？你把你的钱、欸、那个吃午餐的钱拿来吃这个而已，这样子。对，对啊，直销吗？对，就其实就算是直销一种啊。然后呢，其实你吃可能真的有效，但是呢，你一旦停了那个代餐，吃回比较就是可能一般的食物啊，你会直接爆肥回来。他那个是不是就是你只能喝那个，其他都不能吃？对对对，他意思就是这样。可是这样其实不行啊，其实不是这样。嗯，哎，这样的话，我每天都只喝奶昔也会瘦啊。对啊，就一定会瘦啊。你这样，你东西少吃一点，其实就也会瘦。这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对啊，嗯，对吧、啊？而且话说回来，健身房超烦的。怎么超烦是吗？真的，你知道多？你知道那时候就是他给我一张传单，然后他就说你有没有兴趣，到时候就是来这里看看。我说好，可是我这个月都没空。然后我这个月接到了二十几通电话，问我为什么不来。Oh my god！ 哇，啊、你为什么不去？那个电话就不要乱给了，太多多逼人了，我觉得有点恐怖啊。老实说，我就想说，哇，我就说我这个月没空，我就说我有跟美小姐说我这个月没空，她就说这个月吗？那你下个月有空吗？对，她问是下个月吗？她就说好，那我下个月来找你。然后隔天电话又来了，你可能不一样的小姐了，不一样的小姐，不同的，不同的，他们在抢那个啊，对，哎、欸、对。他们的那个叫什么、啊、业务也会互抢、嗯，很恐怖，对啊。他还传简讯给我说：“如果你忘记我叫什么名字，你要拿简讯给他看，不能让别人抢走这些客人。”对对对对对，他们不想让别人抢走。他们要算业绩吧？的，够恐怖，很可怕、嗯。而且他跟我推销方法超烂的，他就看着我就跟我说：“你知道吗？只要让我健身健身的话，就会。”瘦哦，然后就考研，反正会瘦就对了，反正会瘦就对了。你是不是骗人呐、啊？没有，我听到傻眼，因为他看起来像那个什么，像学生发传单这样。因为他没有跟我推销东西，他就讲完以后叫我填完资料，他就走了。嗯、啊，好神奇哦！就不太像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就是真的在推销的。他搞不好只是负责发传单而已啊！啊，那个对啊，我在想是不是会不会来是歧视啊？就只要发传单，现在无所谓。对啊，刚也当困的嘞。对，好好好，不要再拉被晒啦，被晒啦啊！不要睡吗？我在解任务啊！好好好，你解那个每日任务记得解哦，每日任务记得解哦。啊，对呢，来不及了，没关系，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每日是什么？没关系，我们上去等那个。太强了，你要等更大笔的吗？我要等更大笔的。虽然我已经对他不抱任何期待了。有啦，你会中啦，中的话再嗯。中的话再分，我知道，我知道。哎呦，可是没好多哦，这个钻石数量，我也好想要哦。等下变成望梅止渴怎么办？我好要哟！我跟你讲，我中了，我每个人都这个数量可以每个人发一组，看一下三十吧，因为也才共估一起耶。哦，那我每个人都发半组，然后我全部拿去冲装，我祭品。你待会那个。开完奖，能不能来我家前面集合一下？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拍照？吃个炖汤。哦哦，解任务啊！每个人都有十五颗耶啊！里面有一个凋零哦。里面凋零？哦，凋零有一个是凋零的，不是那个是雏菊吧？还是叫什么罂粟哦？
警官啊，警官，旁边哭了，旁边哭了，哪里？熊猫馆后面，过来。我只看到好多叶妹。熊猫怪，哦，在这边。熊猫怪，熊猫怪，差一点他就死掉了，可恶！啊去！我苦力怕，感觉不好打呀。你们打，你们打，小心！啊，我的天哪！你叫我？啊？你叫我？不是，小心！不是怪好多啊，还有叶妹那边跑来跑去，不要 Q 我。啊啊啊！我被当球了，被当球了！哎呦，你突然跑到我前面，我用跳砍的。哎呀，浪费我们开奖时间，浪费啊！哇，好多僵尸村民，我的天啊！记得算我的分就好了。啊！你只要石头吧？那我石头就好，笨死你们！哎呦，好了，哎呦喂呀，哎呦！把音乐打下去。可不可以一起下来？哎、你们去哦，我们这边一大堆啦。上面叶片有绿色，上面叶片有绿色。啊！我被打下来了。你看里面好乱啊！我也被打下来了，超乱的。耶！哦，好猛耶！好猛啊！啊，真的好猛哦！啊！不要再打我了！耶！好可怕，好可怕！我要打一刀就退，好可怕。哎，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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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个，钻石在我身上是十颗，谁？然后石头不在我身上，石头在谁身上？就是在谁身上？你是解完，反正尾刀也是我的啦。我要先上去了，尾刀是你的吗？刀杰克的，尾刀杰克的。每日解完，哦，那我投入在我身上，应该是我最后尾刀的吧？啊？我身上有杰克头呢。哦，你有杰克头？嗯，对啊，而且我刚刚捡到钻石吗？对你那应该是前一个的，因为我这边有杰克头加防爆减伤，捡到两个、啊，可是石头不在我这就是了。应该一个是叶妹掉的啦，那就是酱油，你跟酱油哪一个吧？嗯，然后大家来这边排队，不能那个最后打完 boss 的时候故意丢自己头出来啊，不行啊！我这上面也是写击杀证明啦，所以我以为是我的啊。我们五个人嘛，来这边，各自领取。各自领取，各自领取，等待。各自领取，好，走，我们去上面吧。Go go！ 好，你不要发吗？要顺便发吗？先来，你说炖汤吗？抽奖喽！先抽奖吧，先抽奖。抽奖。2627，2627，889。哪一个？哎，我炖汤是五号三六，一号五号三六，一号五号三六，有显示八个。噔噔。九，我的，开心，来自己一人拿30个走啊！好，谢谢大大，谢谢大大，谢谢大大，大大已经2次了，大大好会抽，开心一场，可不可以报个名牌给我？个919啊，919，可以够直接。你们都拿了吗？哎呀，我用个那个发射器了，啊！我跟你说，一人自己抽，对，仪式感。好，然后去领个汤，酱油拿了没？等一下，我来，等我一下。哎呀，一起喝，然后就可以大家都拿个15颗了。我跑一下，洋洋精心设计的可疑的汤抽奖，哎呦，哪一碗汤是什么也看不出来。对，二三一起喝，全都是凋零。可以让我饿一下吗？我刚好有能跑，对，要跑一下，跑一下，跑一下，我跑一下。啊，我们来这边挣啊，这边喝，我拿，先拿，先拿，先拿，大家一起挣，大家一起挣，我们一起挣。哎呦，被挤出来了，我准备好了，我可以喝了。出来了，等一下哦，等一下，酱油不要偷喝哦，酱油不要先偷喝哦，酱油比较快，是不是？你上次是要头跳比较快了，对，等我一下，我刚好像吃蛮多的，等我一下，消化一下，平常保持度比较多，对，叶妹怎么还在啦？叶妹急了，翻餐来哦，你们可以先打一下叶妹，等我，我很辛苦的跳，哎呀，我有了，什么？我还没，我准备好了，我还没饿，我还没，这样跳比较快吗？还有一个。这会比较快，还有一个小雨，所以确定这样会吗？确定这样会吗？会啊，会啊。哦，有了，我饿了。有了。原来我要站比较久才会饿。你有按方向键吗？
要站比较久。哦，啊哦，刚刚那个叶妹，我说还没。好了，假修吧，假修吧，太热。不是啊，我手上也没拿霸掌了啊，奇怪。那我要跳久一点，再存一点血啊。我好，存血不会回啊。没有啊，可是第二度会那个吧，我记得。还是混吗？来，然后好了，好，来来来来来，没有了，来打我，来打我。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角色，打你。好，我打。哦，打，很痛。我也要打我哦。好，打了。不够，用力，用力一点。还不饿？再来，不饿。够了，不是要用力一点。死人了，有了，我好了，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用力，谁？哦，用力，我用力，来，好热，我来，好可怕，这几个在干嘛？可以了吗？停，还不饿，死要死了，哎，可是还不饿，哎，等一下，还好了吗？居然帮我，我要想饿一下，我饿不了。跳一下，我跳很久了。一直跳跑，我跳了三分钟了。我觉得你的体力怎么那么好啊？我不知道啊，最近有健身吗？最近有练。教练，我饿不了。教练，我想肚子饿。教练，我想吃东西。教练，要怎么样才能肚子饿？还是你先把你的霸掌放在什么盒子里面之类的？我的霸掌不在身上了，好。哦哦，不在身上了，哦，那你就继续跳啊。你都跑几圈，都跑几圈。哎呀，有了，感谢教练。太好了，一二三，嘿。我失明了。等一下，我剧毒。繁星跟那个吧，跟酱油。对。是是，我没事的。四五颗，耶！我们先要自己算了，是不是？啊，对。然后进度的话，我们就自己算吧。好，自己慢慢算。要怎么算？是看背景黄黄的就对了。打开来，上面不是有很多个那个分页吗？你每一个分页可以算一下。正方形算一颗，然后椭圆形算十颗，然后如果那个鸡形那个刺刺的那个算是20颗。好的，没问题。好。6、7、8、9、10、3，中介3。哇，关麦。乱了。好。嗯，20嘛 ,32,32,32,33,34,35,36,37,38,38,38,38,38, 这是20嘛 ,38,58,78,98,98,100,101,103,103,103,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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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麦啦。哦，好。再拿四十一颗。啊！哎，现在大家都关麦、关喇叭再算。我好了，好了，好了，在那个在游戏打的 OK，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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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这边可以了，可以了。哦，这边打 OK，K，K，、OK、六，还差一个谁？我打哦，剩洋洋吧，我应该打好了。对，好，所以现在 OK 了就自己拿了哈。对，你们总共几个啊？我一八一八六而已。我一八二。169哦哦，你们太多了吧？他们两个啊，累呀！我跟他差两颗哎，哦哦，再算一次，再算一次好了。我才125而已，我超佛的。因为我解几个紫色是20嘛，对啊，紫色是20，然后椭圆的是10嘛，嗯，对啊，17。18哎呀18 38 48、哦、你们好会解哦，128对，应该是这样吧，这样子182566，冲冲下次再冲啦，打完了，嗯，要不要坐回位置上啊，完了等一下来坐回位置上了，那我先 拿个绿日，拿个钻石，嗯，我拿完了，运气一定放一两组，三组，这样三组多少？三组，干了哈基，三四，三组192，快卖了，快卖了，快到了，1826，所以三组62128，四六，剩多少？这反正是123哦，还是没有啦，169哦，16954，这样好了，算好了，我多算一个是220哦，220差一颗耶、哦、嗯还是做好了，这也是很赚啊，这次活动赚赚赚，对啊，超赚、欸、哇，小雨听到，如果现在现在把小雨回来听到，会不会觉得他讲补、oh、有补考哦，会指令真好、欸、其实大家都算是中乐透小奖、欸、对啊，然后还行是最大赢家，还多赚了一个乐透，还行，对啊，还行，那就还好，我今天去这那个、啊、地狱啊，对啊，对，我去，开心开心开心，我要开心 省钱存着当老本，这样等一下你还要直接当老本，你要存哦，以后复投几款，哈哈，收集款是怎样？对，我差一个工作台，那一个成就，不然就一样了、欸。哦，你就差那一个，忘记做工作台。对，那个工作台的。耶、yeah, ，好啦，今天的轻松生存，大家都拿奖励了哈。有、yeah, 开不开心？开心。开心打到了这边啦、啊，大家下课喽。Yeah. 好啦，感谢今晚收看啦，第二次投彩中奖，我想说要不要就是说什么、欸、如果只买一个的话有没有三倍啊，这样子的，然后想算了一个的话太难中了，好啦，那今晚就到这边啦，感谢今晚的收看啊，没有拿到，好啦，感谢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是啊，最后那个什么那个凋零中介那个意外，因为我前面不是有放一个附魔台嘛，那个里面是要用小鸡去吸引凋零去攻击那只小鸡啊，结果我哪知道那只小鸡突然不见，然后凋零就完全失去那个攻击目标。我几个钻石哦，两组啊，好吧，四组加十颗啊，四组又十颗啊，是吧？我想说，啊，就这样啊，拜拜啦，他们要去玩那个了。想说就。哦、oh, 对啊啊，再来就是那地狱感觉很难压制，哎天哪，看到
没有注意到上下层有一大堆空间。好啦，再播一次广告，我们就今天到这边啦，感谢各位收看咯，晚安，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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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就是256×64啊，诶得了啊，地主是多少 ?64, 不对哦 ,9×64, 这样算才对哦。9×64×4。2304组，应该这样吧。好啦，先这样啦，拜拜。